你试着给婉碧小姐戴戒指看看，真是太合适了。为什么要玩得那么过火呢？是在掩饰害羞吗？我被人捉弄了。你就去辞职，然后立马跟我们回家。他们是我的爸妈，他们怎么可以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呢？完蛋，我现在是韩剧女主角，我现在怎么起身啊？我就亲自去曼谷吧，照顾跟接送婉碧。孔欣先生他也很在乎你的。你也赞同他们的提议？我还以为我们是一伙的呢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未来戏剧台花戒指。